马路上车水马龙，一辆公车停在路中间，还有一辆摩托车就横躺在前方。但仔细一看，一旁协助交管的人不是警察，也不是义交，而是身穿一袭黄色袈裟的和尚。只见这名和尚一手指引行车方向，一手引导车流，嘴里还吹着哨子，看起来架势十足。一旁的员警赶紧查看伤者状况。一部重机车驾驶沿松江路北向南第二车道行驶，至锦州街路口南向南回车时，未注意南向北直行车辆，造成其右前车头与一部南向北直行之银大客车左前侧车身发生超段肇事。这起车祸就发生在周四下午2点多，一名林姓骑士行经松江路时，不慎与一辆公车发生擦撞，骑士连人带车喷飞倒地。一名路过的和尚展现慈悲心，拿出哨子站上路口协助交管，避免二次车祸。等到员警到场处理，他就默默地离开现场。影片被民众拍下放上网，引发热议。有网友说，这名和尚的专业程度不输警察，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难道真的是武林高僧？员警到场后，除通知救护车到场救护伤患，并立即管制现场指挥交通，排除事故现场。根据了解，机车骑士手脚有擦挫伤，公车急刹导致一名女乘客轻微骨折，而路过车祸现场的和尚出手协助，也意外成为车祸的焦点。民视新闻庄爱成、严凯台北报道。